哎，你家里长辈注册了疫苗了没有？注册了几次了？我家里的哦，他一直都很担心啊，有副作用哦。我一直叫他注册哦，他一直不愿意注册嘞，我都不能要怎么办？那不担心，等一下呢，我就请专家上节目来跟大家做分享，他了解之后呢，应该就不会这么担心的。记得守住火力加油站。